namo Amitabha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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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Amitabhaye. 大家翻到菩萨无疑即行开始超越身为名家之地色空相无蕴三昧心力方便心事三层于此化中和心力动怎么上了讲了年龄了今天这个主题三地了。讲的都是看啊，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诸大菩萨，这会有诸大菩萨的功德，赞叹他的功德，又自利他的功德，又化他的功德，有修有正的功德啊，这个就功德了，就是菩萨了，很多。所以赞叹这些菩萨的功德是什么含义呢？就是。阿弥陀佛把你打晕之后，他经历这国土的所有菩萨，这个庄严国土呢很清净。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基本无量寿经》的时候呢，请你们大家都记得，有31位大尊者，就是大阿罗汉，还有很多很多的菩萨。所以这个理论，赞叹菩萨功德这个当中。有自利的功德，有化他的功德，有修的功德，有正的功德。今天这一段呢，就讲的正的功德，是超越声闻辟支佛地，超越声闻辟支佛地，超越就是超过了。声闻大家都知道，声闻人家是二乘人，二乘人他主要的是自利啊，自利。不大理他，也可能理他很少数。所以这些菩萨的功能呢，在修正方面来说，在正理，尤其是正理功德，超过声闻辟支佛地。大家要知道，声闻辟支佛地定到哪个呢？那个按教理上来讲，声闻辟支佛之动，仅是二佛。而菩萨呢，行菩萨道的时候要懂尘沙佛，所以他的正理境界呢，要比声闻人家高得多，所以要超越声闻辟支佛地。而得空无相无蕴三昧，大家要知道空无相无蕴，什么叫空无相无蕴？这个叫三三昧，空三昧就是。破尽时候无相不在杂交中教化众生的不成沙漠这登地的菩萨才能说无愿无愿不是不犯愿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叫无愿呢没有执着啊，就说不为我自己求愿了但愿众生得离苦空就是不执着啊，尽是烦恼是空的掉，啊，破了无执；无相就是破法执，啊，就教化众生了嘛。因为这个法执呢，啊，在二层的人讲的很坚固，所以空无相无蕴呢，就是破无明了。因此之故，他说真的境界也超过什么比什么低。因此呢，真的境界很高，所以他的才能啊，吸引力方便，吸引力方便，吸引就方便，建立这个三层方面。所以说，既然就吸引是三层，吸引是三层的做什么呢？
这个菩萨超过声闻比丘地菩萨，就是已经普无明了。但从这个口无相无蕴三昧上来看，也就知道他的境界真的很高，真的很高。究竟有多高呢？还有个限制，在这个地方看见呢，从经文上看，他肯定是破无明了。至于他破几品无明，那不研究。为什么呢？菩萨境界很多，菩萨的位置很多，有的多一品无明就少的啊，乃至四十一品无明，所以当中基本上是他究竟等到这位置了，一个个的掉上去。所以他能吸引力方便，是种种方面法门。具体的讲是什么法门呢？行识三乘。大菩萨破了无明，只要破一品无明，他能分身不界觉法佛，去杂佛教化众生，他的行识三乘。三乘就是声闻瑜伽菩萨。在这个教理上讲呢，凡是普无明的菩萨，我们才说在了最低的同一品无明，他能到一不可世界去找的。所以他教化众生得有三乘法，有三乘法。三乘法就是说由小乘到中乘到大乘，小乘就是声闻，中乘就是云觉，大乘就是菩萨。通教来说更是大乘的出门，藏教都有三乘人员，所以说啊，行识三乘。三乘的教化总能次第啊，密卷法确实都是这样的，教化总能有一定的规矩，就是说因为这个规矩呢不是哪一个立的，十方诸佛教化总能都要选这个次第来，跟西会上下学一样的，你今年下教先要办学校教化一些小孩子读书，对吧？学校读好了才能有中学的资格，才能读，才能读中学，他这个知识面才慢慢才开下来。有读初中到高中可是才能办大学，你早老早就把大学办起来，那没有大学生来上校呀。说佛教化众生也是这样，行识三乘就是教化众生次第。一顿时将教化众生了了，他就说于此化众好心明动。这个菩萨呢教化众生，就譬如我们释迦牟尼佛一样，来到人间实行成佛，经过四十九年说法之后思想到了。为什么呢？所应度者皆已度脱，所应度的人已经度好了，就是知心净应无妨，知根知的这个众生根知了，譬如了这谁乎人杂乎啊，佛的呢就像那一个虎一样啊，应虎啊，应应化众教化众生应身佛，就像虎一样，把那柴火烧了了，那个虎子鸟人就熄了啊。这知心净应无妨，众生教化了了，这个了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了，不是拜愿都是众生都净，方生不净吗？对呀，是都净啊。为什么这样？你还有众生怎么没有度了？你就净呢？这个里有个道理告诉大家，佛教里有一个规则，有缘的都脱，没有缘的没有办法。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下修啊，无量寿经苏州是多少人，他就闲在家里宁可搓麻将，他不来听，他为什么呢？没有这个善根嘛，没有善根的勉强来，他也不高兴嘛。何况走这个要一个多小时，是吧？干啥去？他在公园里逛嘛，啊，身上贴在贴贴纸，身上绑着贴贴贴，他锻炼锻炼身体，他舒服，因为他没有这种根性。大家在这个地方下去，也有一种过去的善根呐、啊，没有善根，没有这个心做得下来。
这一次里提中法缺失一定的教化一部分众生，一部分众生他输赢都在根源都说他就是人民斗，而事先没斗了就是啊人民反了，就是他教化的众生已经斗了了嘛，跟他有缘的众生斗了，没有缘的到哪斗得了过啊，没有缘这根源斗透有所杂有所有，不区分没得平等的，这个四句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住在大波密文当中，有所杂没有错杂，有所作所有没有一个有，所以不区分没得平等的。什么叫平等的？世界上一切都不平等，无论什么行业没有个平等的，唯有佛证到大波密婆那个境界是平等的。平等的究竟什么情况呢？啊，有所杂有所有，没有错杂，当然没有所有所有，有所有就他所应享受的东西。实际上讲的有所错杂，就有所受用啊，不管你起个房贷也好，买个房贷也好，经过装修，经过装修什么的，装修就是有所错账，有所错账嘛，有所错账即有所有，有所有，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的，经过错账之后。这个房子是我的，你们哪个不承认？我自己拿钞票买的房子，啊，我要房产证，对吧？这是你的，这个是不平等的。实际上，人享受都是不平等的。什么叫不平等？你个房子跟我个同样是房子，你说还有不平等？啊，或者装修上不平等，啊，或者布置上不平等。或者你总有好的与丑的关系，可在佛的境界上呢，没有不起不灭啊，所以不平等的。那大波密婆尼境界就是平等平等。有的人要大波密婆究竟怎么样的呢？不好说不出来，因为在佛的境界啊，没有说。没有说的，就是平常我们有两句话可以描写一下：言语道道，心性处明。那种境界为正方知，唯有你证的那个境界才知道。你的人家你这个不觉了，都是太玄虚的话，觉得没法子头绪。其实呢，很平常。就是我们没到那个境界，不知道那个理论意见意思。那举个例子就可以容易懂。你比方说你们还是懂文学啊，还是像气学，不然重工业轻工业它都有，你们拿手这个气学，拿手就是什么样的说不出来。但是可以，你要问了工程师，他就知道，因为他工程师亲手操作的，他晓得啊，一种特殊的原因。这所以说是这样求，容易障碍。他自己会做的那个事情，与他同等的做的工作，两码事，不要说。啊，看一看，笑一笑就好了。会议，你做的不错，跟我这个一样。这个你好像一点不明显，最明显的呢，我们就是经常说到，怎么了？路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比茶，他问了你，你这比茶有多少力度啊？你回答他了，大概40多吧。或者四十一二那四十一二度独立茶烫局不烫局啊，没有办法说不出来。
好吧，你见过，你喝一口就知道了。哎，你去喝一口好不好？哎，一喝，哦，原来就这么立，这么立，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来，究竟是谁多是少了嘛？不好说。所以我们佛教里呢，这平等观，那个平等观，就是大波密空境界。大波密空境界就是为正方知。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呢，要想一想，就是菩萨啊，证到空无相、无明、三昧之后，教化众生的境界啊，力作方便，行识三乘，于是化众和行密度，这个意思。底下这个诗句实际上描写那个密度的境界啊，一无所造，一无所有，不起的密的平等般。这个大家知道了，大概晓得这个情况啊。底下讲具足成就无量种子普清三昧，诸根智慧光普寂定，生了菩萨法藏，得法华严三昧，宣说啊，宣扬言说一切经典，主生定门。这就是菩萨认密本之后，是不是没有事了呢？一个对。菩萨我们才说了呢，读一品不明也是菩萨，读一二品三品乃至四十一品都属于菩萨。他这个境界还没有得到圆满究竟几个位置，所以他在常年广东还有功德合作，他做的是什么向上的啊。他自己在这个成就之后得到成就有什么好处呢？他具足成就无量种子普清三昧，无量种子普清三昧就是这个不得功的啊，他的神通妙用。三昧大家知道叫正定，这个定呢有很多很多的什么，尤其是本地菩萨，尤其是佛门的菩萨，而那个禅定境界很多都是下出来的啊，别答应没有说天生的成就没有的，因为他举动是举动了，他也跟诸佛下心啊，所以他住在那个密盆境界，因为他的无名才多一品二品嘛，上头现在还有啊三九三十九品四十品还没断，所以说他训练成就无量种子普清三昧啊，诸根智慧光普寂定，诸根智慧，诸根，所以说菩萨和人无明就六根互用，六根互用，诸根就指六根，六根大家都知道，然后必须生一根，我们反复了有这个然后必须生一根，他的主什么香味，香味贪念味，味必须是生香味主的。初菩萨普明菩萨他有句成语嘛啊，在教里有的啊，要登地的菩萨呢，他念不听，念不听呢，念念留了十波浪，念念留了十波浪，就是念念留了一切种子黑，一切种子和娑婆那就是一切种子和，所以这些菩萨呢得到无量种子普清三昧之后，诸根智慧，诸根六根都有智慧，六根都有智慧，做什么事情呢？光普寂定，光面积很广，普遍，他所有情力无量普清普清三昧陀罗尼都下心，都下心他的深度广度啊，去定，所以生了菩萨八丈，生了菩萨八丈就下心经历，生了我们这个佛经里讲呢，这个层次呢很深，我们一般的来说只晓得知道啊，西会上下文两个层次，一个文字一个意义就好了，嗯，
而在你懂了那个文字，再进一步引入那个义理，就成功了。可是佛经呢还差得远，佛经呢经常讲的就是有半个层次，叫理智断行为因果，半个层次。体会上仅仅是两个字，教跟理，对吧？文字就是教了，道理嘛就是理了。在佛教来讲，这里还知断行为因果，也就是说还要用智慧来做什么？懂烦恼，用智慧才能懂烦恼。这个智慧叫无漏智，不是西会上聪明那个智，让聪明再聪明，甚至于是找宇宙飞船那种智慧，不属于有漏智。我们佛教里一定要一界修定，有定发慧，那个无漏智，无漏智才能懂烦恼，才能观察到那个烦恼的害处。你得到这个无漏智，看到色声香味触，就好像定了一样，一定要跟他解决问题。你不得到无漏智，那游乐会的那个人，他见到实际上那是身相为重，他放不下呀。因为什么道理呢？实际上智慧就认为是身相为重最好，就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就晓得菩萨啊，菩萨得到诸根的智慧之后，能广度决定。光谱即定修很多很多的即定三昧的道理，才能生了菩萨戒道。生了菩萨戒道嘛，就是得有半个层次了，啊，叫你自动行为因果。生了法长得懂呢，也在这个深层的教育上懂得这个教育，后来才能啊得佛华严三昧。有了讲的华严三昧怎么样的？华严三昧当年在华严中有一种修法，叫四十无碍八戒三昧嘛。可是，在我们这个净土中来讲呢，华严三昧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南无阿弥陀佛。为什么你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华严三昧呢？但是要晓得阿弥陀佛的殊胜功德，那必须要知道华严三昧的内容。华也就是说因力种的花庄严佛菩萨的功德叫华严，佛的华严三昧也是有因之果呀，有因之果，用花庄严佛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因地修六度万行，果上呢得到一切功德，一切功德呢包括啊，这个十五位、十六、十五所谓十八不空观，这些果上的功德。那专研成功了，你就叫华严三昧，三昧就证定了。我们再说结论。实际上你阿弥陀佛是几句生活呢，也是在因地上修养。大家不是现在你阿弥陀佛就是什么，你阿弥陀佛求生希望是吧？就是的，你阿弥陀佛求生希望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比较说我们反过本能的比较的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功德来庄严因心，就是特别范围。要做华严三昧来讲，华严三昧应修万行，就叫应花庄严果上万德，就是果德。应花庄严果德都要你自力修行呀，没人把你给你帮忙，知道吧？所以说修你们三昧要超过华严三昧，比华严三昧还殊胜。
我们反复性的没有什么功德，但是我们念阿弥陀佛圣号的时候，那这个经常将来底下是在白云里就讲到啊，我以鼓掌功德庄严因地礼佛之门，也就是说用阿弥陀佛的功德来庄严我们的这个因心，以鼓的庄严因心，观音三昧以子的因心庄严佛果，那大家要体会这个道理。说得佛华严三昧，意思就是说生了菩萨百丈之后，他就知道你们的功德。这个都是谈你菩萨之力里达的这种境界。他在这个华严三昧当中，也就是你们法门得到之后，他就能宣扬言说一切经典，主生定门宣扬言说一切经典。为什么要宣扬一切经典呢？菩萨教化众生呢，众生无量，众生根性无量，所以有很多的法门来弟子众生的很多的根性，所以说言说一切经典，主生定门。这个生定门呢，大家要知道不是前定，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你阿弥陀佛这句圣号具为生，你大家经常一两句话嘛，老人单念阿弥陀佛是没有无上生妙禅，无上生妙禅，禅就是禅定嘛。所以这个地方啊，因说一切经典主生定门，就是说这些菩萨教化众生不仅仅自己自利，而要利益众生，自利也好，利益众生也好，都离不开经典，因为经典是周佛传承下来的范本嘛。经典能运用，才能对众生引入这一切经典里啊，这个道理。那为什么难受呢？他因为他这些菩萨主生定了，他修了念佛三昧，所以念佛三昧就是生定啊，无上生妙禅。悉多悉在无量诸佛，一念之心无不周遍。这些菩萨教化众生，一边是利益众生，一边还自利。什么自利呢？悉多悉在无量诸佛。怎么样子你得到无量诸佛的，见到无量诸佛呢？所以说我们修净土法门的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为什么你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得到见到无量诸佛呢？你要晓得你阿弥陀佛这句圣号的内容就知道了。真正的阿弥陀翻到中国话是无量光无量寿呀，无量光毗十方界，也就是毗法界，毗法界法界之力微生数诸佛都在法界之力，而无量光无处不照啊，不照十方吗？所以微生世界都在阿弥陀佛这句无量光之力。在无量光之内，你要知道为什么诸佛当年在这个无量光塑造的之内了。所以说我们重新啊，就是刚刚发心念佛，你不知道重量，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进了无量诸佛，因为无量诸佛都在阿弥陀佛无量光照之内。我们现在虽然不知道，其实你这个功德是存在，功德是存在。你要晓得因地你阿弥陀佛这个功德有个譬喻，你们听说过啊，就是《法华经》上讲的一粒明珠。你这个反复了，我们大家都现在都不知道一粒有个明珠，就是我们的不幸。可是我不论你知道不知道，
你迟早都会得到受用。知道你当年刚好必要登记的菩萨，佛门的菩萨才知道。我们在凡夫之力，乃至于二乘境界，都不能得到这个境界，都不可能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凡夫了，要实行礼佛，你自己将来就会得到阿弥陀佛无量功德。所以说，去读现在无量诸佛。一念之间无不周遍，你看这个两句话是清楚了。一念之间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声号，无量光无所不照，无量光无所不照就是无不周遍嘛，无不周遍统统照到。这照到这个地方的诸佛，我们现在门要开偏眼，看不到。你现在看不到的原因，你就是没有。所以说我们要先求生西方，这个道理现在以生西方，所以弥勒经常讲每天早上能供养他们十万有的，这还是人民啊，还没登圣位的菩萨，圣位的菩萨就去到无量国去。因此呢，一念之间无不周遍，即使上求不到，大家记住，底下还要记住即可诸贤不贤，什么举足即可诸贤不贤？举足即可就是说救济很多的众生在苦难当中，即就是痛苦的很厉害啊！难这个里头讲呢，有半难啊，我们人家有半难嘛，在密宗呢叫半无暇。我下就没空，难呢下呀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底下诸贤不贤就是这个道理。什么诸贤不贤？对诸大菩萨本身来说，他没有办难，他属于贤人，对吧？没有事的。还有不贤的呢，就是一切苦恼众生，他就有极难。不贤就是般难啊，朦胧阴哑啊，不拘如头，无相品，不前不后，不从难。朦胧阴哑大家不要解释，凡是有一个都没闻不到佛法，朦胧阴哑，无相品在哪里？在色界里上路啊。佛法环境底下有个天叫无相地，是外道地，他不闻佛法。还有个不拘如咒，不拘如咒可能有的人知道，拘如咒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不他会说他的福报就是情人能够有说的有言，你这些人呢修的痴佛。什么叫痴佛啊？他为自己将来得到一个福报的地方啊，不拘罗罗的亚是逃离天呐、啊，因为什么道理呢？不拘罗罗的受想是以清训，以清训，这人娘子啊，他的这个生活不觉，不吹吹不吹吹，还没有建立家庭。取出的自在，他就是夫妻关系了，他也不想问起那三周同样，他旁边树旁边呢，这个路的大路旁边一棵树叫无忧树，无忧树一直很大，我们这个大的怎么样成我们不知道，比方说南方也那个芭蕉一层啊，很大，卷起来一个性命的，他两个人呢就在里头做夫妻关系。这同房之后呢，第一个是刚定，男女交接之后呢，他又生孕了，这个女的就生小孩子，小孩生下来他也不管，小孩上吃路边上一摆，有路人看到小孩子了，他把手指头把他削，那手指头有奶，当下就喂大了。
七天就当成大人了，他就懂得自由自在生活。可是他不相信佛法，所以在佛居鲁州也是单难之一。啊，吃不香了了呢，他就懂了。啊，这个大家知道，在佛居鲁州，佛前佛后，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佛前佛后。什么叫佛前呢？我们在弥勒佛之前，弥勒佛还没出世吧？我们在有释迦牟尼佛之后，释迦牟尼佛就来弥勒了。所以说，闻不到正法，叫佛前佛后，没有听到佛真正说法。就是我们现在共同下起这个无量寿经，这无量寿经转多少弯了嘛？你们知道吗？不说法我这个无量寿经之后，本来没捧了，有无南君来了接经藏，接经藏是印度文的，那印度文字后来又都打的按照中国来，啊，按照中国来当中国文字，中国文字拿我们基本无量寿经来讲是。汉末时代就三国时代了，抗战改了。定了现在几家也都上思想了，经过年轻啊，南北朝或者宋齐梁陈徐到徐到这个五代成王，五胡十六国，全部都会到唐朝，唐宋元明清经常思想。所以说这部经呢，文字是国语的，意义很深。一律很少。当年我们这个讲的经也是跟大家共同学习，我本来说都能讲清楚了也不可能，但是呢可以啊把这个文字顺序诸贤不贤，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诸贤的是菩萨，不贤的是有凡夫，不贤就是有般难，都属于不贤。因此他能解除止住疾难嘛，止住疾难。菩萨能止住疾难，他能解除百难的众生，人家得到利益，得到什么利益呢？分别心是真实之智，分别心是这个本来是通通心是一样的，不会有什么道理的。真实之智就是大波密空境界。分别心是就有差别了，比方说第二层人动金丝般脑筋的真气理，是不是真实了？真实啊，真气理论就真实呀，但是它是拼人不全，分别嘛。第云家人又讲和他分别心是真实之际，云家人是大乘出门，他懂了发心，但是不光不普。在菩萨住在光波寂静当中，云家本人住了，一点点分开来讲，所以云家层属于中层。那对菩萨境界发菩提心的人就好了，他演讲的时候就讲了很多了，啊，要菩萨修六度万行，好好用功。能够最后得到真如的境界，真如就是实质。所以说菩萨有这么大的功能利益众生啊，它都是由于念阿弥陀佛的，念阿弥陀佛才能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才能利益众生。所以这个里头以灵丸收下来就这个道理啊，是三层人都能得到实际，所以得诸如来辩才之智，乐种一应开化一切。菩萨教化众生，他有功德，他有能力，什么功德能力呢？啊，得诸如来辩才之智。如来有什么辩才呢？是无碍辩，是无碍。如来有十无碍辩，菩萨能得到了，才能广大利益一切众生。广大利益一切众生，辩才无碍嘛？辩才无碍的具体内容呢，就是由啊
收集智慧，出尽无道位，出入尽无道位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菩萨修下一切法门，主要的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因此他得到分别真实之具，得着如来辩才之智，是热衷于因开化一切，热衷于因，这个菩萨境界是不可思议的。跟诸佛的啊，无极化瓦禅功夫是差不多。但你还有啊，远近高低搞不同。就是菩萨学练得到诸如来的智慧，他也能热衷于因。什么叫热衷于因啊？热就是懂。这些菩萨讲经说法，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不仅仅是人道人，一切众生语言，他都能说得出来。而且不耽误一个众生闻法，他闻佛言语是什么呢？虽然他还没有成就究竟解脱的位置，他已经得到诸佛如来的辩才之智，所以他能热衷于因。热衷于因就是懂众生的语言音声，众生语言音声他才能说法，说法众生一切众生才能闻到，才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呢才能开化一切。开化一切也是包括众生呀，开就是开示，化就是教化，开示教化一切众生，包括人道、天道、畜生道啊，飞禽走兽都能得理解。这些菩萨智力得到圆满之后，得到真实之具之后，他就理他，理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理众生啊。开始显化一切超过世间诸所有法，超过世间诸所有法，世间诸所有，世间诸所有不过就是财色名色虚妄啊，对吧？啊，世间上有一个大广子，再说他一个大企业，一个大公司，是不是啊？加起来万亿，好不好？这个还要超过，因为它不是世间法了，它超过世间处处有法，所以超过世间处处有法，就产生名的许都超过。它那是不生不死之法，超越落到轮回之法呀，它是确实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佛经上里头经常讲到。就是无汉会上那个《十无汉经》都叫无比法呀，《十无汉经》为什么叫无比？就是这个道理。他仅仅讲究世间一切法，而且能知道世间一切法怎么来龙，怎么去脉。所以《十无汉经》上讲的乐于啊，三无大帝怎么来的？虽然他是小乘。这些理论也在超过时间一些做法，不要说大神经理论、哦、不要说大菩萨教化经理，可想而知上万人在时间上来说他就圣人了，因为他是圣人，什么呀？正人君子，他行八正道 而行道，以八正道而行。所以说这些菩萨教化众生之后，热衷于因开化一切，超过时间处处有法，处处有法，即使利益一切众生，无论每一个众生只要遇到菩萨，有缘遇到他，都能闻到菩萨说的话。得到菩萨说的话，他只要自己修行，他就能超过一切时间处处，都能得到那个真实的利益。而心常记住都是知道，
遵守有法是比众生讲的，而他自己呢心肠气作都是知道，他的用心都在哪块？菩萨在现在这个阶段，他就是破了无明，乃至41品无明，都属于菩萨，也可以叫做无上士。十方如来一个圣号叫无上士，他42品都逗留了，才叫无上士。现在这个菩萨教化众生，开化一切，超度世间诸诸有法，而他的自己心呢，常住啊，心常气住都是知道。气就实实在在住在哪块，都是知道。都是知道，就是救济世间呢以及苦难众生啊，这个道理啊。叫他做什么呢？无非是菩萨教化众生要修戒定慧才能灭去贪嗔痴，这个就是都是知道。学习这样的很讲呢，开化还是就多了，这菩萨看到贪心中的人，他就教化他，教他行布施。为什么要行布施呢？你不能贪了，贪的将来有多悔，你行布施就得好处，将来等人天佛国，都是知道的。你成心大的人，菩萨就教化你，你应该生慈悲心，慈悯一切。你要成心重的很，你要多具用。你收两个方面，一正一反，这就都是知道的。你要好好学习，生了经藏，智慧如海。你要愚痴了，你将来就出生道，很可能。教化众生都是知道，就是以戒定慧将这个贪嗔痴的果，这就是都是知道，使自家思想的人清闲啊。就是说现在很用的账，国家政策都是这样，廉政大家都知道啊。什么叫廉政呢？做个清官啊，政治要清，正是都是知道的。现在国家行的政策就是不准你生贪心，那意思就是说你的工资已经够了，你现在为人民服务是你的工作，国家也已经与你的相当的酬劳了，你还不满足，还要贪污。有的是行贿，行贿就是没官，你不美的做什么？不美呢就是有功和贪污啊。所以国家的政策现在要研究这个道理，不叫你贪污，对吧？不让你贪污，要你好好为人民服务，你把心思别在工作上，人民不会忘记你，祖国不会忘记你，所以给你待遇很好，对吧？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比一般工人要高啊，一年起码一个几万呢，对吧？为什么这样的呢？那国家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好了，我们发展也是的，你要晓得大方向，我们要以戒定慧来修，就能可以出世了生死，那仅仅了生死而能度众生啊。你读众生了生死，了生死读众生，互相熏陶，互相教化，各个都像戒定慧，各个都没有贪嗔痴，你说这什么世界？所以国内的我们中国的过去大家都有这口号嘛，把现代人将转移进了世界，就叫人将净土，对吧？所以这些大菩萨修行之道就是这个意思啊，而心常气度都是知道，就这个含义。心里经常住在哪块呢？常住都是知道的，堕落世间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下回把根据这些赞叹菩萨功德这些语言
没用两句就够了。不通篇的来讲，当然是全面。过去有人讲，这个康仁凯的这个本子《无量寿经》，文字太高傲了，是高傲的。难怪呀、啊，那张王是什么时代？汉末年宁之初，啊，东西晋之初，那个文字到现在是高傲的。可是当时我认为，康仁凯菩萨讲《般若经》的时候，尽量用到语言化、通俗化。可惜大家当时的时代文风不是今天这样。不要说是两汉之前的事，两晋之前的事情，就是元明清这个时代，这文字拿到现在都用不通了，对不对啊？啊，现在看到那个五一大师的注解都已经深得不得了了，五一大师明道的，清道就当的。那个时候文风到现在的文章的风气大小，你不跟我随便弄那个不化题，不化题太碎了。而现在讲的语体文那好，可是有的通像现在的文章中用文化的知识来拿，还行那深，这个就不能说了啊。不办了也是这样，用文字才能再提。所以我们经常讲文字就叫文字玻璃，以文字用功叫观照玻璃，对吧？观照玻璃用成功了就证到实相玻璃三玻璃。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你不能信文字不够，要喜新研究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新唐都不替助助是知道几句话来说，是的，你把它改革就好了。我们的思想都在啊放在这个李宗盛这个道路上啊，这可以行，你懂了吗？可是国内的文字一技术都很语气化的啊，心肠气度都是语气万物而虚意自在，唯独受力长得轻之有。我们要看看这个几句话什么意思啊？为其万物而学艺之者，唯独是受力而不长不轻之有。以其万物而学艺之者什么？与其万物实际上形形色色，有情无情，一切万物都包括在这里。而虚意之在，就是菩萨自行功德，本脑海一个众生，一个众生本脑海，另一个什么都不脑海。所以释迦牟尼佛自戒，怎么不叫多自利，不仅仅不伤生命，乃至不太生草，生草你说青草长得像有一些的春天啊，站在瀑布的上涨的时候，你要有心无心把瀑草抬死了，这也是不对头了，他不自在了。那你不自在，他也就不自在，他不自在就是你不自在。原因是什么呢？我为体，我为体，这个境界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些菩萨都得到这个境界，而与其万物随意自在。觉知在咱们脑海一个有情一个无情，都不能伤及有情无的情的这个啊范围，都不能伤害。就是再进一步说，不管你是生有命的啊众生，无情的有草木，就是觉知般呢，你想想搞，我们要学知在，就要让他自由自在嘛。不能随便你那个刀子把个刀子刻一个印的，或者刻一个图案，行不行？那学你的意了，但不学他的意了，不学众人的意了，众人都会反你这个意见的。
这学意志的这个意志不是你的意，也不是我的意，是大众的意思，要自在啊。说学意志在，在智力方面呢是重一点，在包括理大的方面，底下长不清之有啊，唯独树立长不清之有，树立这个树字大家要注意，就是总成的重字。对有情人来说，唯独树立长不清之有，不清之有是什么呢？咱们佛教一个名字就叫无明大智，同济大病。长不清之有就是为众生种善根。所以菩萨戒在讲，说菩萨戒的人遇到一切有情，要去那般菩提心。懂得人量语言的，你就应该说啊，某某某，你应该般菩提心，不依三宝。不懂语言的这样一些畜生，都应该跟他讲清楚，你类似畜生应该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底下要念叫阿弥陀佛，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就是菩提心，你念阿弥陀佛这句什么话，就是发菩提心，也就是叫众生发菩提心，这个道理。那他不清之有那叫无蕴大智，不清不需要清。不需要请你再说话，而只留你给你讲理，替你说话。要请，就不是善知识。所以说，我们实际上的佛教徒都应该要保持这个观念。一切佛教徒，包括刚刚信佛的也好，还是三位的也好，什么也更好。都也应该有个利他的心，怎么利他发展，并不是说你把那个拉过来，我跟你讲个话，不是这个意思。你要随机随缘，认得的人与不认得的人，在心念可言。心念呢，就是避免他听到，这人物应当干皈依三宝，他不去行。说人，这里你拿的名字，在某某人，你应当。但不知心不依三宝，就周云达替他种善根，比人类是这样，比有情界也应该这样。有情界就是畜生道啊，看那个机制，你应该说如是畜生了，但不知心好得多，就是种善善根，这叫不清之有。不叫如应该做不清之有，所谓做树立嘛，树立就是众生嘛，众生就是包括一切有情无情，不是这样。无情界还有三灵吗？有，里面这草木都有众生，衣服上这衣着无梦，虚拟树木本身不能引起自己的研究。具体研究它也是我们自性所变现的幻象。以实相上来说，一切草木都有游魂啊，或者吸鬼恶鬼依附的地方。所以我们佛教徒同的人有规矩，比方说像我们灵岩山，有的山上盗墓都要用了，在三天之前要去打招呼，不是说神话。打什么招呼呢？要带个骨头，带个匠工，这个地方或是当家的，或是执事，耗那个木头，应该三摊子在这个树上靠木靠山一样。啊，常住有需要的地方要用这个木料。这次树上其他的就是游魂移魂，也请你搬家。啊，我们三天后只有来到了，打这个招呼他就知道，他就离开了。如果不是这样的，楼上就走，可能就去啥子去叉子，真的。所以佛经上都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也是说鱼，唯独树立长不清之鱼，懂吗？所以叫活不全身，谓之重担。
破全身为之重担呢，叫菩萨自己担起这个教化众生的责任。责任是什么？跟你当老师一样的，你接劝下生就为你负责。你应该教育他成才。当年他有点年纪的关系啊、哦，比方说你三年级的学校生教到十六年级的学校生，就过度是你的责任。在这个享期之内，六年之内，你应该把它教成什么程度？文化程度。他能超越那个阶层，当然更好。他超越起码要及格，对吧？以此类推，都是叫服务众生为之重担。服务众生就众生教化众生就是担子，就是斤两担子，就是责任。所以我们佛教徒都应该有这个自觉心啊，教化众生的自觉心啊，服务众生为之重担，受持如来甚深法照。受持如来红河藏，就是菩萨从自利角度来说啊，你要教化众生啊，利益众生，你必须要充实自己。怎么充实自己呢？你到哪个充实起来？你要受持如来的神圣法藏。那么经常讲的皈依般啊，只皈依般当运动的生了经藏之路。生了经藏智慧如外，你要生了经藏了，你才开智慧了。你不生了经藏，怎么开智慧呢？所以说，不教徒了，笑不自禁。不仅仅在娑婆世界难下，进到极乐世界也不大好下。生死了了，诸佛八障还没有通想通，都应该下。不仅仅一觉不地诸佛法藏，这个诸佛呢不是一个很重要，这法界之内维生素诸佛所有的法藏都不应该通达，懂吗？所以说啊，受持如来甚深法藏，诸佛众心常时不绝，这就是教化众生的责任啊。修持如来诸佛法藏是在自力深造功德，常思如来不信本的常思啊，诸佛护法中心常思不绝，就是利益众生。我们要知道学习佛法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是也不很困难，那么心法起来就好。没有个反面的比喻，你们想想看，就知道它实际上是假的。你们相信不？实际上呢，欢喜读法的人，他三个钟的、五个钟的做的，他确实不辛苦啊。你超以来劲，对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有时候好，他就把实际上就忘记掉了。我们这个学佛法的佛教徒应该要有收获，要生了经藏，那就不叫他实相。实相是个空的啊，我们上次也说过，实相是实心假，实心而犯假律的这个名词叫实相。实相是实心而犯假律的呢，你们想想看，如果你家里有张日历图纸，或是有个挂历，你天天要跑着去看一看。今年阳历二十七啊，二十七日，四月二十七日，再过三十天，你的五一劳动节也到了。你家是没一个日历，没一个心里挂念它，心里记着它，它是心法。那个日历就是十法，所以十心二法加里这个十，因此有个十讲。当然了，你记得，他也记得，各个人都记得，所以十讲就改不掉。可是十讲是加里的空的，
你欢喜事情的时候，你或者悲伤的时候，你把思想就忘记了，就忘记了。而且发出的清清楚楚，思想一般都是空的，怎么空啊？连思想十法空的都还是知二，而思想也是空的呀、啊。你们听了这故事过吗？南柯梦啊，韩仲人在那个庙子，吕洞宾上京赶考，一走走了那个是个穷秀的吕洞宾嘛，他没有钱，走路了走歪了，对吧？他又歪又困，肚皮又饿。韩仲人是个西娘嘛，哎，他是相公，你是不是到京南赶考？他是正事，他是不是歪了？哎，是的，歪了。你悟了吧？他又悟了。好，你去睡一觉。韩仲人家把一个竹枕子把它在走廊那一困了，困下去了，睡得很少。他睡进去了就热热梦，热热梦就是吧，他靠中了，靠中将军皇帝来给他财，又给他一匹马，他找这个驸马，找了驸马呢，跟着封了大官到南柯做太守。那太守时间长了，就儿女都儿女母囊都好。哎，朝中又章程奏本，说那个南柯太守皇帝啊，驸马呀，要蒙古骑兵造反，他就是这人马要造反。而封建王朝的皇帝听不得这句话的，要读他江南一个女儿，不问三七二十一，配了个啊。魏武帝就是皇帝身边的人，把他抓来，把杀掉，把他杀头了，头杀掉了，他梦醒了，头抬起望望，还在那个穷庙子上，那个韩仲人，他说你都醒了，相公，我那黄粱饭还没有烧的熟了，大家想想看，他在梦中给他活了40-50年了。你到黄粱小米饭还没煮的熟，黄粱小米饭煮不熟，它时间也都长，大概5钟里嘛，我们说多做一点一个小时好不好？每一个一锅饭要煮一个小时吧，我经常做饭，大概20多分钟，5钟就好了。那他过了50年了，你怎么弄啊？在这儿？哦，原来那个槐树在那块呀，那个穷庙在那个。平井里一棵树，树底下一个蚂蚁窝，蚂蚁窝那些蚂蚁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韩仲人去吕洞宾讲，他说相公，你才做的好事啊！他说做的什么好事？啊，中人壮名的不是好事吗？生儿养女不是好事吗？招人打驸马不是好事吗？敌人杀头更是好事。你不杀，你不得行，一杀醒来了，我来吃饭吧。你看这个思想还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呀！不过我们人被这个思想所左右了，框定了，有这个思想挂你的这个能力上，能力在我心里，我心里记这个能力好了，有个思想。所以我们说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下了佛法，受持如来神咒法藏，很有责任教化众生。上到极乐世界之后，也是这个过渡时期，还要下佛法，还要利益众生才能成佛。有的人说了，上到极乐世界就享受享受就好了，不，没有这么比呢。生到极乐世界人早从头想起，凡是一切诸佛的法藏都要生了研究，凡是一切不今晚以陀罗尼门都要修习，你功德圆满你才能成佛呀，你成了佛呀要负担一切众生的责任了，不是老王马上就当佛了，不可能啊。所以说呢，大家求生西方的目的就是一句好处，娑婆世界时间太短，
学不进。不得时间，还有个时间啊，你过了七八十岁、八十岁就不行了。就勉强你下个休克，精神不够用了啊！有的人不是这样讲吗？哎，我很想下棋不精啊！念了钱了，忘记后边，念了后边，忘记前头，就这个道理。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时间很短，有一个时间很短这个念头，没得哪个把它除了掉的。唯有佛菩萨啊，他住在自在三昧当中，他不觉得时间。所以经常有两句话大家记得吧，一念能超无量劫啊，一念能超无量劫，不是即是灭。才说那故事，海东里玉龙明那故事，还要一顿做一顿饭的功夫了，怎么不经还不要一个念头能超无量劫？娑婆世界做不到，极乐世界就能做到，因为那边的人他是无量寿，跟阿弥陀佛寿像一样。因此我们求生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就是寿命长，第二个条件呢，不抽吃，不抽住，不抽住，不抽用，不要发错的虚意自在。因为生了极乐世界，人就有五万六通，所以他每天早上在那供养他方十万元佛，这个道理不要当作儿戏。所以说我们下如来的啊，生生发障，要教化众生，后知得佛性啊，后发中性，常思不倦。后发中性，常思不倦，就是说使他这个不重，经常有的得重，你想来成佛成一种能够度啊。我们现在互相下心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自己要下心不发，还要利益众生，利益众生那个众生比你所得利益的人，将来你成佛的时候他先来拥护你的佛法。如果没有现在的种因，你将来讲受什么苦了？得不到，你们有因哪个得到果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后发中心常识不缺的原因，现在做法过去做法，他已经交换众生。未来这个是哪一个你们知道？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大家。哎，过去你们听了说过吧，释迦牟尼佛去世了，文殊菩萨来帮忙。文殊菩萨过去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啊，你们听说过吗？他经常就是后为师父，后为徒弟。因为一佛确实千佛后子，过去诸佛都来信的，信在他的麾下，有的信化成菩萨，有的信化成声闻圆觉，帮他利益众生呐。一佛确实亲密护持，这不是假话。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好好学习，能利益其众生，先要求自利。你要想利益众生，必定自利的原因啊，跟社会上一样的嘛。你想当老师，那老师你这个苦人需要懂吗？你在跟下生讲吗？你让自己苦人们懂你当老师吗？行不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要好好下心，好好用功。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先求生西方，多年不求生西方，先保持这个生命源源不绝，时间长了那不太就想得会了。因为极乐世界无量寿嘛，不把你吓会了，绝对不罢休，不叫人们不叫你不吓，因为你自己不肯不吓，因为他寿命无量，师父一刀那个桥掉好，教化条件好，对吧？所以极乐世界条件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求生到极乐世界就享受了，不可能。当然享受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下些个法啊，这一定要讲，要小心。因为这个上面就讲了，后发中心常识不绝嘛，后发中心常识不绝，只要你要提众生众善根嘛啊。
所以这个 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但为什么叫后边中心唱什么句呢？要心大慈，民众生，因慈变受犯感，斗山去开心门，一百千之法师啊，说离受如喧嚣之子尽灭故，宇宙众生是让自己一心难改度必然。所以说我们下回发点其实根据这个一段赞佛菩萨，在菩萨的资历里，他攻的这个法门当中说得很强势啊，啊，说得很强势。手持如来神咒法杖，才能后发中心，后发中心常识不绝，才属于叫心大变，民众生因慈变受感染。这个诸佛菩萨都是这样的利益众生，都是这样做的利益众生，才能使众生得真实利益。真实利益得到了，要互相尊重去寻找教化，寻找教化啊，受持如来神咒法杖，护法中心，常识不绝。要常识不绝的话，你需要在你内心里要心大悲，明众生。心大悲，大悲心，这大悲心怎么起来了？菩萨也供世间有漏众生，就是说六凡众生叫有漏众生，天天在生死苦海当中吐血吐沫，吐血了呢，就升到人天上来；你没下去了呢，就三途往道。在这个生死苦海当中，有生必有死，有死必定要生。原因就是这颗菩萨为什么生大悲心，就是看众生在生死苦海当中头却头没无有了起啊，没有文件的时候啊，所以说作为这诸大菩萨是心大悲，心大悲明众生，明众生灵明众生，所以他并怎么办法呢？因慈悲受办法，因就是因说，慈是慈悲心，病就是无碍病者，用无碍病者从大悲心引这个无碍病者，才能受于众生犯感。这个犯感，你看到那个感，你看见了？为我们人家是肉眼，当个菩萨就是犯感，不是。犯感包括有无碍，我们现在人家都叫肉碍，肉碍标准是什么呢？一滴障碍都不能有，一张纸隔着就看不到，一张纸躺着就没用，这人家的肉碍。听安就好了，听安的境界他挡不住，他仅仅一张纸，你就一个体位山你都躺不住。所以说平安通无碍，这个里头还有犯感，还有慧眼，还有不感，一共有五感。为什么不感没有了？没有，还没得到境界。菩萨自己已经得到犯感境了。说犯感境呢，实际上有深有浅，大乘的犯感境和小乘的犯感境有不同。小乘真初悟就得犯感境，大乘要破无明才就得犯感境。所以仅仅说他啊，因慈变受犯感。说菩萨教化众生，因慈变变这里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前说过了，是无碍变，是无碍变的。啊，所以人家的一句苦，净苦道；说净苦道是漏尽道，啊，说人家的一切事，说得清清楚楚，是无碍变。有这个无碍变者，才能说服到人啊，因为他有智慧，他能谨记说法。因慈变说法之后，就等于。把这个小乘的犯感也化解，大乘的
度众生了，度过众生就得利益了，得到什么利益了？只要是得清楚了分，度三趣开心门，度就是度觉，趣三趣就是三道门，不度三道了，因为你这个犯，就能了生死去三界，绝对不会度三道，度三趣。开心门呢，这个心门有很高，有很多了，啊，超市心门、小乘法门也叫心门，大乘法门也叫心门。做心事不是妄事，这个心事有路线，还有无路线。有路线，三界之内的人体叫有路线；缺失将的三界之外，声闻缘觉。你说这个三种叫无漏心，所以说开心门这个位置很深，你不清之法是如离受，也不清之法用这个不清之法，不清之法就是众生不晓得你说什么法了，同时应该有这个智慧观察众生的根性，所以法师教化众生，他能得到利益，得到利益，他就是读三句开心门就到了。我们要知道，不清之法是如离数，就是对众生啊，离数我们才说了，离名不信，离数就是众生，对一切众生有知识的、无知识的，它只有三根。拿思想上的来说，有文化高的就是我。怎么不觉得是背地？文化高的人背地相信佛法，哎，文化低的人可能还就容易信佛法。他原因怎么不觉得讲是过去的善根，不是现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这就说不通，跟因果不相符。你比方说你那个文化高的人，拿现在来说啊，什么？高知识分子啊，什么博士，他往往很高，可是他不一定得到无漏慧，无漏慧就是无漏的智慧，他得不到。你要下佛法，你像那个有的年纪大的，他相信，他一听到佛法，他就知道你阿弥陀佛，他实行他这你阿弥陀佛这种境地。就是智慧，他比那大师的智慧还要高。他认得缺失法才能了生死，实相法绝对不能了生。不仅不能了生死，还增加他的绝望。有的人说我不相信，他做坏事呢？不做坏事，最起码要结婚吗？要结婚就要杀生吗？要杀生就要赔人的命吗？这不是自己害自己吗？你想想。所以佛法呢，不是空洞的，是具体实事求是的法。因此之故呢，我们去思想上，一切众生有智慧，不一定有文化；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就是这个道理。向下文章，下午啊。南无阿弥陀佛。